睡觉状况全都录，小大睡眠门诊。好可怕哦！我是会讲梦话的人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么严重。我有一次跟 Vivian 睡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我就不小心梦中揍了他一拳，好，然后揍了之后我自己吓醒了，吓醒之后好完蛋，然后我就对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大跟班。